90课。文，文字的写法是竖、横折、横、竖、提、点儿、点儿、横、撇、捺。文，乌、恩、乌、恩、文、文。文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M O S Q U I T O mosquito 文。风，风字的写法是竖、横折、横、竖、提、点儿、撇、横撇、捺、横、横、横、竖、风、波、嗯、波、嗯、风。蜂，蜜蜂。蜜蜂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B E E B 蜜蜂。蝇，蝇字的写法是竖、横折、横、竖、提、点儿、竖、横折、横、竖、横折、横、横、竖弯钩。蝇，鹰、鹰、蝇、蝇，蝇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F L Y, fly。蝇。蝶，蝶字的写法是竖、横折、横、竖、提、点儿、横、竖、竖、横、竖折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叠、的、耶、的、耶、叠、叠。叠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B U T T E R F L Y butterfly 叠。